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 Wingcom 嚟玩新嘅雷电大乱斗啊！呢个礼拜炉石战记啊，流派大战咩？流派劲啲啊，战敲死星、法术定系愚人？选择你嘅流派一决高下。都冇玩战敲啊，玩黑素人系咪咧？诶，战敲啊，呢啲要噶啦，我可以玩龙都得。哎呀，但系呢个系玩死星噶喎，攞嚟，系咗死星一日都得。睇下先，我都系试玩黑苏恩先啦。我 OK 思想攝取嘅，說真的。咁啊，落黑收緊細怪啦。戰敲可唔可以發現啊？不過好似唔夠位啦，落黑收緊先。一人落曬咁多嘢，唔記得落黑收印啦喎，就喊出嚟。其實可以落審判者。呢張冇戰敲，但係都落下啦。然之後就係、是、黑蘇恩嘅4.42啊，去邊啊？喺度，黑蘇恩神選者啊，爭閃電仔喎，熊貓閃電仔。冇理由唔落先去攝取噶，真係。落少兩張管長咯，好似唔係好關事喎。明明黑蘇恩敵，嗰流派大戰黑蘇恩流派死星，唔係戰敲，黐線死星做咩嘢噏乜？叻叻地機喎，唔掂喎，大佬。哇！頭先嘅技術故障啊，不過我重新開過啦。唔係 WinCow 啦，咁啊，今次大亂鬥啊，就有啲四個流派揀死星啊、法術啊、愚人或者戰敲，咁啊，相應有 buff 啦，戰敲。係啦，頭先我錄咗片，錄咗開頭，然之後咧，然之後北嗰個程式。我聽到咩 undo in in undo in 咁樣 rap 咗一輪先播咗出嚟。呢對面係揀愚人流派嘅術士 rush dead 喎，睇嚟係。哇！但我係好正路嘅黑蘇恩。咁不過對面冇咗聽曬愚人出嚟，如果用殺滿用黏黏有餘又真係勁啊！係啊。有得諗一個喎，睇下有冇之後要殺滿任，可能用殺滿嚟解啊！哇，凡機械人幾耐冇見過？是這樣嗎？卡蘇恩，卡蘇恩，卡蘇恩，十黑蘇恩槍子帝王有 buff 啦，可以。唉。佢三分一一出嚟，再死鹰缠绕，诶、欸，不停 buff 翻自己嘅呢只嘢，
咁犀利嘅黑色温信徒 buff 完之后无限 buff， 超威威。我都唔知点解，不停喺度三二喎，都系。我另外牧师，我莫洛照之话好似有。北北地喎，暴雪应该 fix 下呢样嘢，好嘛？唔掂喎，大佬。可能佢暴，可能佢都系契佢二一跟死咗，但系咁样，嗯，加加一冇理由会死咗，跟住就变翻三一，跟住就话唔系喎，三二啦咁样。变只新嘅俾佢，跟住加一加一咗，跟住三二，类似啦，我都唔知点推理出嚟。佢 buff 嘅食尸鬼，等我攞只三六嚟换佢啦。咦，唔系又 buff 翻喎，又 buff 喎，喺无啦啦变翻加一加一喎。吓，北北地呢仗只嘢，呢个 game 好北啊！咁我玩多一铺睇下会唔会再中北先。黐線唔係好掂喎，俾人 report 嘅喎，咁樣搞法。我想講冇人包車，但係取消咗嗰個掣咧，因為冇得冇人包車。誒 ，K 温喎 ，Hi。安杜因對上雷克薩。哦，對面應該係生魚人。系录紧片咧，如果唔系我就认咗佢先噶。Rank 5 now Asia Chef 啊，好啊，好犀利啊，我就冇啦，我一直都系15。唉 ，Going for Legend 咧有志气，我冇乜，我 hea 玩，翻工冇时间玩。死亡之星啊！死亡之星猎人，哇！连发条地精都要，不同凡响。哦，我要战烤。八八黑手印，会唔会头先咁样北市唔死咧？我就好奇怪。血法师。咁樣咯。是這樣嗎？完工了。打面打面打面咯。穩固射擊。出咗條蛇仔先。你是我的，是這樣嗎？打下面先都得喎，其實 OK 喎，我覺得。色網者二，究竟俾佢抽卡定 random 嘅？所以話旋風火箭筒幾耐冇見呢件事啊？嗱，佢醒目嘅話就出咗旋風火箭筒先打多下。可惜唔醒目。Do you have any quest to solve? No 啦。哇！打下倉頡添，唔小心。no 啦，好繼續，黑蘇仔，打曬佢啲怪先，真係死。如果唔係真係死，佢都變翻三二喎，唔會去低過一血嘅喎，呢個有北喎。暴雪搞搞佢好嘛？呢個北北地，嗱我試過兩場，兩場都唔關我事嘅，要一下打死佢。系咯，先唔会变翻出嚟，系啦。先试取。我会服从。佢打爆佢就变两只一一，仲打得痛啲添喎，即系仲痛咗。织网者，应该之后有草原师，所以可以留翻啲入状。甜嘴龟，个冲锋嘅甜嘴龟，会自己 buff 翻嘅手下，
欢迎两个银白联赛嘅勇士，系几靓嘅金色矛，个碌叫咩啊？个碌叫骑士矛系咪啊？草原士入藏嘅最好 target， 因为死星就太好啦，即系唔偷唔掂啊，系咪先？唔偷唔知身体好。不過剛才又崩了一次的趙邪者都是上次出這個 Mose 的時候好像未出哈蘇恩的東西，所以就可能就因為這樣他改的 program 碼未改好呢就搞成這樣，那就不是那麼好了，那他就算是自爆的，那多謝他了，會被人 report 的，大佬不見了，好啦，唔理啦，开卡包。世界上唔错啊！咁话 Win 卡唔系 GG 咁啊，希望暴雪快啲搞翻掂呢个bug啊，咁啊冇咁即系冇咁唔公平啊！咁我哋下次就再见啦，拜拜。